好，各位，我们又回来了。这个是土，又回来了。这是土城的 立方体世界。哎，对，依据上次的影片有点问题，就是语音出了问题。哼，好，我们就开始吧，开始我们的继续刺客吧。就上集我有讲一些事情，结果呢讲不太讲，没有讲出来给大家听到，所以重新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。我的这位角色呢，我呢叫他，虽然我上面打英文啦，不过哈，那是我的统一编号，我要叫他为安格，安格，什么安格呢？就安，然后格，安格。他呢，算是我一个妈吉的名字，他叫守护者，我叫他守护者，因为感觉听起来像洋人，希腊洋人的感觉，所以我叫洋人，不，我叫守护者，感觉很像洋人的感觉。然后呢，有看到上一个影片的观众可以知道，我们的药品已经快吃完了。为什么会吃完呢？那是因为在打一个很强大、非常强大的敌人才这样吃。这一集呢，我就来介绍一下这游戏的按键好了。首先呢，我们先到平地上好了。后面发现到这只猫是我用零食去把它诱拐过来的。好，按下 F1 呢，我们可以知道上面的操作，不算操作了，那个什么，对，它是按键啦。首先按 ESC 菜单，就是下面这边，然后 F1 就是帮助，就是大家知道按键。然后上面写的1234使用技能，就是我现在还没有调，就是你在按 X 这个键之后呢，就是技能，就是有我们这七个技能表，就是这个一二三，如果加上这个话就是第四个。然后这个是应用技能，就是我们的宠物，它的最后面那只，后面那只猫，它的那个血量会那个提高。然后这个是攀爬技能，就是，我们在进行爬树啦，或是爬墙壁啊，有人也应该有人知道我刚才爬那墙壁，就是按这个抗错键来进行攀爬的。游泳呢，它就是就在水里游泳啊，就是在水里游泳，会游比较快这样子。我个人认为是没什么用了。然后按 C 的话，就是可以制作的武器，比如像这个武器，你看我们可以制作了。不过呢，很遗憾的是，我们必须要到工作台才能进行工作。工作台在哪里呢？就是在我们的城镇的工作区，这个做。衣服也是一样，这是一些素材才能做出来的啊。对，这是食物，食物就是你做出来的时候可以用来补血，这个菠萝片。我们只要按下这个键，有吗？就做出来一个了。好，就说这样子。然后另外呢，这个是所谓药品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去做我们的生命药水，就是像右下角这个，现在看不到。而这个药水呢，它跟食物不一样，食物你只能在原地使用，而药水是你跟敌人干架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边跑边吃这样子。但这个成本消耗比较贵，因为我们要买水瓶，还要去捡那个生命花。而水瓶怎么用呢？待会呢，我演示给各位观众看。而这个呢，就是一些水瓶，就是我们要用这个空瓶子去装水。然后这生命花这个要用一个冰花做出来，我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等下我打喷嚏。这个是铁质，嘿咻，不好意思，铁质块呢，就是我们去挖到这个，打到这个铁矿石，然后进行去熔炉烧制的时候才能做的铁矿。而木质材呢，就是我们去外面打的小树桩啊掉的，就会变成这个去做。金砖呢，同样也是去打金矿就会掉这个，然后银的话一样去打银矿石就会掉这个。我们按 shift 的话呢，它就是像走路这样子，然后呢放开就用跑步。
按 B 这个键的话，就可以显示那个血条啦、开关这样子。B 是物品栏，可以让你知道，可以让你知道你的那个物品的位置，像是这个铁制长剑，就是我现在装备的。不，这个是双手武器，挥起来感觉很像那个。来装备是给大家看，看好啊，画画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帅！好，开始按地图了。然后这个就是拳套、拳道，就像拳斗士这样子，就是盗贼武器。然后这个是匕首，攻击会这样子，唰唰唰唰。下面有敌人的攻击开始很蠢。啊，这个不是我的装备，不一样。这边就是所谓道具栏，像是生命药水跟菠萝片。啊，这个东西就是，耶、yeah! ，我们学会了。那个道具是可以让你学习一些那个什么制作的材料啊，就是这些，就是你去外面打、啊、东西掉的材料。啊，这就是宠物，就是这个，耶、yeah ，这如果拿掉的话，它就不见了，不见了，应该就回来了。然后按 A 的话，你大家也知道，就是我们的地图。而、啊、这个地图上有很多标志，像这个就是城镇安全地。而我们看到这个上面哈，这个什么卡罗瑟尔岩石嘛，这上面有个叉叉呢，就代表这个有 boss， 就是我们像是小任务，我们必须到那里去攻击那边才行，拿着打败那 boss。而、啊、这红色是什么？我还不懂。然后呢，按 R 呢，就是可以，可以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按 F 啊，就是。就是开启我们的煤油灯、小煤灯，这个用不这个不会有浪费的，所以你可以开关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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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关。按 T 的话哈、哦，可以召唤宠物，比如说，好不好？看不出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数据库更新，再见。按 G 啊，就是所谓特殊物品，事实上是特殊物品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按一是捡取啦，然后 R 是交换啦，交换什么东西就不了了。然后这是攻击，一般攻击，然后这是特殊攻击。我下面有东西可以打，哎，你看这个人生。然后按滑鼠中间就是翻滚，闪地啊，这样子，哗哗，有没有空中翻滚很帅？这样子，有吗？这样两支箭这样打打打，在我们的法力值这边，这样有提到一件速度的话，我们按这个。他就会啪，像那种动作。好，解释说到这边来了。我刚才看到后面有一个那个，嘿，是挖沟的，耶、yeah! ，他是敌人，我们来打打看吧，我们来打败他。单挑啊，来，有没有？战斗画面就是这样子，击败敌人，人生。然后我们去按这个 T A 什么 D 键的，就会切换那个道具使用。按 Q 是使用道具，所以有些观众可能有些玩家哦，按是会这样子。哎，你看，我们按到就是我们在吃菠萝片，你看喵喵喵喵喵，很可爱哦，嘴巴这样动。而我们的宠物被打死的时候，我们不用害怕，它会被我宠物被打死了怎么办？它不会复活，救命啊！其实不用担心哦，我们的宠物被干掉的时候，啪！会在复活，而且是在玩家旁边复活。而当你的宠物的强度大小呢，是要你看你的那个宠物等级，它跟我一样等级只有一五十经验值。但如果我打敌人比较难的话，哈，它就会啪死掉。而且如果我们的宠物死掉的话，哈，它就拿不到经验值，这比较可怜。啊，对，这是我们的金钱标志在这里，这是94铜，要凑到100个铜才有一个银币。像一些我们用不到的装备啊、武器啊之类的，我们都可以拿通拿去典当卖掉啊，卖掉就是换钱啊。